们上一集说到啊，这个匈奴军队啊，面对着汉军的长途远袭，咄咄逼人的进攻呢，连战连败。于是呢，在汉武帝元狩三年，就公元前120年，这秋天呢，匈奴单于伊稚邪也急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他对于近来的失败非常非常愤恨，他就派遣数万匈奴的这个精骑，大肆进攻汉朝的右北平，还有定襄这个地儿，杀掠数千人而还，杀了两三千人，最后又俘虏了还几千的汉朝百姓，然后呢，又逃回到匈奴这个地儿去。汉朝的右北平郡在哪儿呢？还挺大，它的这个辖区的大概是今天北京市的东北部。河北省东北部、辽宁西部、内蒙古赤峰南部啊，这一大片地方。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呢，也怒。转年，元狩四年这个春天，现在一看河西走廊已经尽归我有了，汉武帝就决定出师漠北，准备呢对这个匈奴进行犁庭扫穴式的歼灭战，想对匈奴王庭啊给予歼灭性的打击，特别是投降匈奴的一个汉军将领叫赵信的，他就一直跟匈奴单于说，汉军不可能在漠北待时间太长，因此呢，匈奴上下对于汉朝军队深入漠北就从来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，就觉得汉军也就在这儿，哎，骑兵来这儿马上就走了，不可能深入到特别特别北的地方。那么汉武帝当时他的这个决定就让大军深入漠北，等于对于匈奴来讲就等于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汉武帝这次出兵呢，确实是穷心尽力，安排呢特别特别妥当。他把汉军的主力分成两部，每部主力都有50000骑兵，而且呢部族啊，包括辎重兵啊，包括运输辎重的百姓啊，几十万人跟随，分别由大将军卫青还有骠骑将军霍去病统领。这两路大军，一路是卫青舅舅，一路是外甥霍去病，两个人分别担任主帅。右部军的主帅呢是大将军卫青，他下面呢率领几部军马是谁呢？遣军将军李广、左军将军公孙敖、右军将军赵翼基、后军将军这个曹襄，还有西河太守常惠、云中太守遂成。左部主帅呢就是我们意气风发的骠骑将军霍去病，他手下有谁呢？他手下有赵破奴、魏山，包括右北平太守陆伯德，以及李广的儿子李敢在他手下。卫青、霍去病呢，这个两部出塞的时候，汉武帝又下令征发民间司马14万匹，因此当时这个汉军的出兵规模真是太大了，等于是倾国而出，在汉朝呢可谓是前所未有。当时汉武帝就暗下决心，就想在即将到来的漠北一战全歼匈奴。根据情报呢，汉武帝当时判断匈奴单于应该率领主力在西，他就命令霍去病率精锐出定襄，直击单于这个主力。卫青呢就率领兵呢就赶赴代郡。那么霍去病刚从定襄出发之后呢，又捉得了匈奴的俘虏，这俘虏共称单于主力大军在东边。为了让霍去病主力能够独当匈奴主力，汉武帝这时候改变主意了，他改派霍去病为右部，让他这军队变成右部主力出代郡。代郡在哪儿？就今天河北省的禹县。然后就寻找单于的主力呢，伺机歼灭他。改派卫青呢为左部，让他领兵出定襄。匈奴方面呢，得知汉军的大军北征之后呢，自然也会召集诸将商议对策。就那位从前是汉将，后来又投降匈奴这个大将赵信呢，这个时候还是大不以为然。他就说呢，汉兵即使部队到达漠北，人马肯定是疲惫不堪，到时候我们匈奴大军坐以待之，就可以把这些人全部活捉了。你瞧，
赵信这个时候说这种大话，确实不应该。结果呢，这个尉迟协单于还真信了。他一方面集中兵力呢，他主要的精锐兵力在漠北；一方面呢，他把他的辎重军需啊，都远迁于更北的方面。汉军方面呢，还有一件事情要交代：大将军卫青出塞之后呢，又从俘虏口中得知单于主力所在了，于是呢，他就亲自率领精兵，快速进击。他改令呢，前军李广及右军这个赵翼基出东路，哎，作为自己的军队的掩护。由于东路这个路线要远，而且沿路呢很少水草，李广呢当时就自告奋勇说：“你看，我部本为前将军，大将军您，你改到这个命令，让我们出东道，我希望您收回成命。你像我李广，自结发，就是自我年轻时代和匈奴就开始打仗。”如今呢，才能得到和匈奴单于本人正面交锋的机会，我希望啊，您还是派我为先锋，我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。可是呢，卫青对李广的这个请求没有答应，为什么呢？君命难违，因为卫青出发之前呢，汉武帝还特意交代过他，李广年老树基，哎，你千万不要让他独当单于。什么叫树基呀？数是数学的数，奇是那奇数的奇。奇单数不好的意思，古代占卜啊，它是以偶数双数为吉，以这个奇数为凶，那意思就是说李广那个人岁数大了，运气又不好，你千万不要让他当前锋兵，直接跟单于打仗，如果他遇到单于肯定不能成功。此外呢，由于上次战争当中呢，卫青的好朋友公孙敖兵败了嘛，失去这个侯爵了，还差点没斩首，用钱哎赎得了性命。那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爵位了，因此呢，这次卫青呢也想让自己老朋友公孙敖和自己一起去迎击单于的主力，立功之后呢，这位老朋友才能把从前那个侯爵恢复回来。由此呢，卫青才做出让李广改道这个决定。因此呢，卫青派李广改道也是有私心在里头。李广呢亲自面见卫青，就要求当先锋。卫青呢一直是坚持己见，李广呢也非常不高兴，不辞而行，最后就等于是扬长而去，摔门就出去了。卫青率领他的主力出定襄不久呢，就是等于是自向北急行千余里，终于遇到匈奴单于的阻力。那么经验老道的卫青呢，马上下令汉军以武冈车环绕为营。武冈车是当时汉军的一种兵车，立定阵脚之后啊，就是为了防止匈奴的突袭。然后他果断派出5000骑兵主动进攻。匈奴当时也不弱，又有单于在部队里头，也派出10000骑兵迎战。大战开始啊，双方打得天昏地暗，而且双方战力都不弱，一直打到傍晚黄昏时分，双方依旧杀得难解难分。突然之间呢，大风刮起，啊，沙粒这个积面，估计是当时那地方间歇性的沙尘暴，吹得两方战士啊，连面对面敌人的面目都分不清。趁此机会，卫青是丝毫啊也没有慌乱，急派汉军左右翼迂回，等于是包抄单于的主力。仗打到这个份上，哎，匈奴单于先软了，他闻恐自己兵败被这个汉军活捉，马上乘坐着骡车，在数百精兵的护卫之下溃围而去。当时已经是傍晚了，汉军和匈奴军当时都不知道这单于都跑了，双方还在那进行殊死搏战。你想那匈奴军队一看，为了誓死保卫单于啊，结果他们之间也是杀伤相当，就是互相谁都不在乎，杀得难解难分。等到汉军捉到一个匈奴中级军官，哎，这阵才知道单于已经逃跑了。卫青啊，马上派遣轻骑兵，即刻唯有追击单于。不久呢，匈奴兵马又得知到自己的单于都先逃了，这个时候也是无心恋战，一下子就四处溃逃。汉军追击一宿，黎明时分，汉军已经追赶了200多里地啊。虽然没有生擒单于，但追击过程当中啊，
汉军斩首19000级，而后呢，卫青一直率军北进，杀到哪儿呢？杀到田延山赵信城，缴获匈奴的辎重军粮啊，当时是堆如山积。汉军呢，在这个地方之后休整一天之后呢，把那吃啊、霍霍、抢啊，吃不了的那些匈奴的余粮，一把大火烧掉，然后呢，振旅而还。卫青大军，哎，在这儿已经率军就回到漠南了。这个时候才遇到李广和赵翼基，哎，这两个人率领的军队，他们才双方才合军。这两个人为什么现在才到呢？因为他们在沙漠当中迷了路，从而呢失去了和匈奴主力对阵的机会。我们要知道汉朝的法律啊也是非常严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卫青就派军中的文吏到李广军中去责问迷路过程，并且呢招这个李广到了大本营，哎，你到这儿来给我讲述这个过程，就等于是待查了。这个时候李广非常悲愤，他就对部下羞愤言道：你看我李广，自我结发开始，我青年时代一开始就和匈奴开始战争，大小70余战，信今呢好不容易得到机会和这个大将军出发，想和单于的主力也相接，结果大将军又改变主意，把我们这个部伍呢又改道了，结果呢又行远路，又行那种那没有水草的地方，结果迷路了。哎，这是天意啊，我今年已经60多了，我再也不能面对那些刀笔之力，他们审问我这样的侮辱。说完话之后呢，李广拔刀自尽。无论是司马迁时代的汉人，还是我们今天的人啊，如果得知李广这个人一生的壮志豪情，我们肯定会对这位老将军、老英雄啊，心生惋惜。李广籍贯是哪儿？他是陇西成纪人，就是今天的甘肃秦壤人。他的先祖啊是李信，是赫赫有名的秦朝的那个战国末期的名将。他曾经就替秦国生擒燕国太子丹，所以呢，他也是武艺传家。李广从青少年时代起呢，他就武功超群。最善于的是什么？射箭。他李广自小孩就从小孩开始就学习武艺，就特别卖力气。李广的父亲呢，哎，射得一手好箭，他就一直教这个童年的李广射箭。李广当时射了3年，就已经百发百中了。当时他的箭艺到达什么地步呢？那当时骑在快马之上呢，李广连发10箭，每箭都能把远处拴在杆上的一个目标啊射下来。天上飞过一只鸟，他只要瞧上一眼，张弓搭箭，抬手就可以把那只鸟射下来，因此可以说是这个箭无虚发。公元前179年啊，李广当时是以世家子弟的身份参军，当时呢他就是骑兵，还参加了汉朝和匈奴这个萧关之战，当时他立了功了，射杀了不少这个匈奴兵，因功封为蓝官，哎，当时他还被调到长安守卫宫殿。由于他的武艺啊、才略确实是非常有名，因此当时的汉文帝特别赏识他，就把他提拔为什么呢？武骑常侍，就等于御林军的一个军官。公元前156年呢，汉景帝继位，李广呢这个时候又升官了，任陇西都尉。陇西在哪儿？就今天甘肃的临洮。那到了汉朝，齐王叛乱的时候呢，李广呢跟随这个周亚夫参战。立得大功，特别是在昌邑之战当中呢，他身先士卒，作战勇猛，一时间呢威震全军。后来呢，由于匈奴常常侵入汉朝这个边境地区，汉景帝呢就把李广调到上谷郡任太守，而且呢他这个太守是身兼行政和军事长官，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防御匈奴。上谷郡在哪儿呢？在今天河北怀来县。有一次呢，汉景帝派一个中贵人到达上谷郡去劳军，就观察李广训练军队的情况。什么叫中贵人呢？中贵人呢，就是这个汉代皇帝身边啊有官职的这个宦官。哎，在这个视察过程当中，这位中贵人、这位宦官有一次率领几十名这个骑兵，哎，在附近游猎，忽然看见3个匈奴人，就去攻打，
一看几十个人打几个人，哎，想抓住几个人，也想跟抓兔子一样，回来炫耀一下。岂料呢，这三个匈奴人箭术特别厉害，哎，三个人不仅射伤了这个中贵人，他本人还几乎全歼了他所带的骑兵。你想，就这三个人箭不虚发，嗖嗖嗖，这中贵人身边的这个骑兵几乎全部报销。中贵人呢，受了重伤之后呢，还真有命逃脱了，赶忙去找李广。李广当时听到情况之后，想了想说：“如此剑法，如此精妙，这三个人一定是匈奴的射雕手，就等于是专门的特种兵，叫射雕手，就没事射大雕，都一箭都能射下来一只。”于是呢，李广立即率领100多名骑兵就追赶那三个匈奴人。这匈奴三个射雕手呢，当时是没有骑马，他们是徒步行走，已经走了几十里了。这个时候李广就赶到了，他分两路包抄，发现这三个人之后，李广亲自向那个三个人射箭，嗖然两箭就杀掉其中两个人，然后呢还活捉了一个人。经过查问，这三个人果然就是匈奴的射雕手。正当汉军在山上，哎，对那个活捉的那个匈奴射雕手正在审问的时候，忽然发现远处出现了几千名匈奴骑兵。匈奴骑兵呢，这时也发现李广等人，就以为是汉朝的这个侦察兵，或者是汉朝的诱敌骑兵。匈奴人当时很惊恐，就在山下摆好阵势。李广这个时候呢，手下只有100多名骑兵，看到这种情况啊，非常害怕。你想，100多对人几千人，这个时候估计要玩完了。这些人都马上想骑上马就跑，咱们赶紧回大本营吧。这个时候李广就阻止说，我们现在距离我们大军几十里远，如果这样逃走，匈奴人马上追上用箭射击，咱们这些人全部都得死光。如果现在我们不走，匈奴人反而会认为我们是大军派出的诱饵，他还真不敢追咱们。接着呢，李广就下令前进。你想，他不仅没跑，率领这100多骑兵还往前走，就迎着匈奴大军就来了。于是呢，汉军这100多人不仅没有往回跑，还往前走，行进到距离匈奴这个阵地2里远的地方，哎，就不走了。李广这个时候下令全体下马，解下马鞍。当时听到李广这个命令，李广那些手下骑兵啊，确实是胆战心寒。有人就劝，匈奴人这么多，我们现在解下马鞍，如果他真逼上来的话，那咱们肯定马上就死啊。李广就安慰这几个人，如果我们不下马，那些匈奴人会认为我们就是要伺机逃跑，现在我们解下马鞍，就是表明什么呢？表明我们根本就不想跑，他们就会更加相信我们有大队人马在后面，我们是派出的诱饵。这个时候呢，匈奴阵中出现了一个骑白马的将领，这个人应该是个中高级的军官，他出来呢监护军队，而且呢他要近距离的看一看汉兵的情况。见到这个匈奴白马将，李广来了精神，立刻上马，身后跟随10多名骑兵，忽然就出来了，一箭就把那个白马将给射死。而后呢，他又回到自己这100人队伍当中，解下马鞍，把马放开，然后呢悠然自得，让那些汉军啊各自躺在草地上，哎，在那儿翘着二郎腿望着天儿。当然了，这时候汉军心跳的那跟兔子一样。一直到了傍晚，匈奴兵自始至终对李广这些人就感到奇怪，就是不敢进攻。到了半夜，匈奴兵啊更是认为附近啊肯定有汉朝的伏兵，哎，趁着夜色，他不仅没敢袭击这些汉军，惶恐之间，这匈奴兵忽然之间撒丫子全跑了。因此呢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李广才率领手下这100多人悠哉悠哉回到大本营。你想，由此可见李广这个人浑身是胆。后来呢，李广又被汉朝政府改任陇西啊、北地啊、雁门啊、云中啊这些地方都当过太守。他等于是一直率领军队，最主要的职责就是防御匈奴。
可以说是汉朝军队当中对匈奴的百战良将。李广这个人呢，平常带兵特别仁德，每次带兵出征，凡是就没水的地方，终于找到水了，他从来不先喝，都让先士兵先喝，喝完了之后他才喝。而且呢，如果遇到缺粮，哎，这个时候士兵没吃完，没有进食，他绝对不吃。所以说他手下的将士啊，都是乐于为李广拼尽死力。所以呢，当李广自杀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呢，整个汉军就全部汉军士兵、汉军将士，一军皆哭。汉朝内地国内老百姓听见这个消息，知与不知，不分老少，都为之哀伤落泪。李广将军虽然自杀了，但汉军大胜的事实是不容改变的。匈奴的一支斜单于呢，向西北逃去之后呢，汉军随后是一直追击，以至于啊，这个单于和匈奴部众啊失散了十多天。混乱之间，匈奴的右谷李王这个时候为了稳住军心，一看单于可能死了，又可能逃了，怎么办呢？他就自立为单于了。后来才发现的一支斜单于还活得好好的，然后呢，这等于这个右谷李王呢，赶紧自去这个匈奴这个名号。可见当时匈奴啊，内部极其混乱，非常狼狈。讲完了卫青、李广，我们该说说传奇战神霍去病。东线，霍去病率领五万骑兵出代郡，一路轻装前进，在兴城呢与右臂兵太守陆伯德还有这个渔阳军队的会师了。然后呢，他们挺进2000多里，遇到匈奴的左贤王，他和他的手下，双方展开大战。这时的汉军气势强盛，以一当十，打的左贤王的军队大败，得势不饶人呢。汉军穷追不舍，越过这个鸡侯山，渡过这公谷水，一直追击到狼居胥山。狼居胥山在哪儿啊？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的那个地方。杀了匈奴左贤王啊，这个部落兴散，基本上把他1/10的兵马都杀光了。获得如此大胜之后呢，霍去病率领军队在孤眼这个地方祭天，然后登临瀚海，哎，最后震雷而还。这个瀚海这个地方就后世啊有争议，有的人说是呼伦贝尔湖，有的人说是贝加尔湖，反正是这个对于当时这个中国来讲极远的一个地方。这次霍去病所率的汉军等于是转战2000多里，生擒你看屯头王、韩王，就是匈奴的那些小王的三人。至于那些什么匈奴的将军、相国、当户、都尉啊，这些生擒的有83人，斩首多少呢？74000多颗。左贤王部落基本上被霍去病的汉军全歼。汉武帝得知霍去病大胜的消息，那也是高兴极了，马上让人新刻了大驷马的这个官印，然后呢，以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，让这个两个人都当大驷马，然后就单独下诏褒奖霍去病，又增封他5800户封邑。那么老将军李广在这次战役当中，虽然是因为这个迷路自杀了，他儿子李敢也因为进攻呢得封为关内侯。由于此役，大将军卫青他未能完成擒杀单于的这个最主要的目标，因此呢，汉武帝这次对他就没有封赏。我们可以想见，如果当时汉武帝不受匈奴俘虏的那个后来的招贡改弦易辙，依旧让霍去病他率领的部队为左路军，或许匈奴单于啊就被汉军活捉，或者当时就被杀掉了。因为霍去病这部军队要比卫青那部军队能打敢打，当然了，历史是没有假如的。这次大战呢，汉朝虽然大胜，但付出的代价呢也不可谓不大。你想，名将李广自杀，数万汉军精锐战士战死了，出塞的马匹14万，最后归来呢不足3万。所以说呢，这次大战之后，汉朝因为严重缺马，就再也不能组织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呢再次出击匈奴。那么2年之后呢，也就是元狩6年深秋，年仅23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忽然得暴病去世了。痛失良将之后呢，汉武帝在7年之内也就没有再组织大军呢重新讨伐匈奴。
匈奴方面也是绝对伤筋动骨。你想，他主力骑兵被汉军杀了近十万，所有的那些部众啊、牲畜啊，在战争当中死亡更是不计其数。匈奴左贤王的他那个部落啊，几乎被霍去病全歼。所以呢，此次大战之后呢，一只些单于虽然他自己有命啊逃出来了，但从此之后是远遁到漠北极北的地方。漠南呢，这个地方再无匈奴王庭。总结下来就是说呢，汉武帝发起的这场阶段性的战争，对匈奴的啊，从元光二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33年起，一直到元首四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19年止，持续长达14年之久。回顾汉朝和匈奴，哎，双方的战绩呢，汉军共出塞8次，这不包括马邑伏击那次。除了首次出塞，哎，稍有败绩以外，此后的7次，汉军是无往不胜，小战小胜，大战大胜。由此呢，从秦末以来，危害中国100余年边患，至此呢，基本得以解决。这一讲最后呢，我们再说一说战神霍去病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这样记述道：“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懈，有气敢任。天子常欲教之孙武兵法，对曰：‘故方略何如尔？不治学古兵法。’天子谓至帝，令骠骑试之，对曰：‘匈奴未灭，无以家为也。’言少而事中，贵不省事。”其从军，天子为遣太官赖数十乘，既还，重车余器粮肉，而事有饥者。其在塞外，足乏粮，或不能自振，而骠骑伤穿玉踏居。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，司马迁啊，他对于啊卫青、霍去病这些外戚啊，他内心是一直有微词的，内心当中啊，他是有点看不起这两个人。但是呢，这卫青、霍去病确实是立下如此大的巨功，因此呢，他在称赞霍去病之余，他也说霍去病这个人，由于他从少年时代起、童年时代起，他就出于那种生养于贵重之家，因此呢，他在出生过程当中呢，不是很爱惜士卒。你想，军士饿肚子，那些兵马有饿肚子的，他呢，那些因为汉武帝给了他不少的特供的这个粮肉啊，这个粮食啊、肉啊、酒啊，他都吃不了，他都扔了。有时候呢，大军在塞外，那些士卒，你想缺衣少粮的，大老远的，他呢和左右啊这些亲随干嘛呢？哎，画着一个地方，踢球为乐。其实呢，正是这些司马迁所记述的霍去病的这些所谓的劣行，让我们看到一个历史当中更为真实的英雄人物。人呢，毕竟都不是完人，更何况一个23岁就建立了不世之勋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。霍去病呢，他是生为奴子之身，长于富贵之间，如此呢生长富贵的这么一个青少年，竟然呢他从来不沉溺于荣华富贵之中，一直是把建功立业作为他自己的人生追求。而他的这种司马迁所描述的啊，他的这个骄奢呀，啊，他的不济呀，他的不体恤士卒啊，他这个唐突啊，哎，倒体现出他的这种人性的率真，就更让我们觉得这个人才是一个真正的活人，他才有真正的血肉人生。但可惜的是呢，年仅23岁。我们这位一代战神，中国历史上最闪亮的将星，霍去病就病死了，确实让我们现在想起来都叹息无限。但霍去病得什么病而死呢？千百年来也众说纷纭，最有可能呢是他年纪轻轻，长期出征骑马，积劳成疾，最终呢等于是染病而死。霍去病死后，他只有一个儿子叫霍善的，这个霍善的生母到底是谁呢？史书上也没有记载。那么霍去病死后呢，霍善呢等于就承袭了冠军侯的爵位，一直呢深受汉武帝的喜爱和疼爱，非常有意等他长大之后呢，也把他培养成为一代良将。可惜霍去病死后6年，这霍善这小孩有一次跟随这个汉武帝登泰山封禅，哎，封禅礼之后呢，武帝只带霍善这一个小孩到了顶峰，哎，去那儿和神仙所谓的单独对话了，
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小孩下山之后就得疾病死了。然后呢，汉武帝还非常悲痛，亲自作诗，亲自赐谥，谥号为哀。霍去病这个儿子霍善死的时候大概可能只有10岁。至此呢，我们大英雄霍去病他的嫡系后裔等于就断了，他就没有后代。那么当霍去病去世的时候呢，汉武帝也是非常非常哀痛，用两个字来形容就震倒。当时呢，他大发玄甲军，排列队伍为这一代英豪送葬，全副武装的送葬队伍呢，从长安一直排到茂陵。为了彰显霍去病的大功呢，汉武帝当时下令呢，为霍去病高建冢墓。他那坟头啊，那个形状像什么？就像祁连山一样，以此来纪念这位英杰奋击匈奴、为国立业的这样的大功。那么在霍去病去世之后，汉武帝和他的汉朝大军还要继续进击匈奴大军吗？我们下一集再讲。